I
15, I have to do.你准备上课啊？啊，我叫孙守真哈，不是孙守拉，因为下面这个字学校系统没有，就他造字就对应没有对应到，就变成那个。要学完了。老师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对我是没有差啊，就是自己也不太好，很好气嘛，所以我要的答案都是真答案，真会，就像刚刚的所以就是假会，只要所以不知道所以是说什么意思，要完完全全都懂了，我也不就像刚刚同学讲，我怎么叫中文系，我讲的如果是中文系才要学的，那你可以怪我，不是就是该学叫通识嘛，是不是都该通都该认识不是吗？天天要用，你以后也可以讲给你的晚辈小孩啊。哦，所以原来就是因此嘛。哪个字是因？以啊。哪个字是此？是所嘛。它只是倒过来读，就像倒装句这样。原来所以是因此，搞一半天半，这样你小孩子也不会输在起跑点上。人家都可能绕了绕死了，不知道所以他知道了。别的不要比嘛，至少语文能力会比人家强。以后看到以字，看到所字，他会认得。嗯。像有一个网络上像 D 卡有同学讲，知道所以我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吗？会大不同，很多都要你看文章里头有多少，像我们刚刚讲的所以啊，还是有所有的。像我们平常讲的所爱，你是我所爱什么意思？这个所也是代名词，怎么翻？你是我爱的，对不对？的什么人嘛？所以这个所就是那个的倒过来读，所爱就是爱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常常白话文的后面也会省略什么？因为你上下文可以知道，它代表到代表什么？这叫文学，你要懂这个东西啊，要通识啊。我只是助理教授，你叫老师就好，大学一样，即使他是教授，尤其教你的老师，这样比较亲近。不要叫人家教授，那是外行，那是他的官衔。哦，外面的人啊，你教授你好，你们客客气气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叫你们老师都叫老师叫，没有对他不敬的。又来了，国文又来了，老师的老什么意思？我也没有那么老啊，我也不到五十啊，对吗？老虎的老啊，也是尊敬啊，那是有点畏敬的敬畏。老虎就老大，
老大的老也是尊敬嘛，老大不一定是年老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势力大能力强，我就叫老大。你看到处都国，你要搞清楚他、啊。他老师只是一个尊称，这样才知道哦。其实你叫老师，并没有不尊敬人家。还有一个你生活常用先生，先生其实才是最尊敬的称呼。可是现在变成男性，随便谁都叫先生了、啊。可是你看这个，台大中文系，台大中文系总是中文界的牛耳嘛，对不对？学国文学什么？不要只会。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搞不懂。结果我越来越强，越来越会。我说真的，我很感激各位学生，因为我学佛，我称你们菩萨。真的，你看我的，我不来教书哦。我读完博士，我跟你老师讲，我博士读完的那个国文程度跟现在差太多。那时候博士因为自己要去读原文书，对不对？像一般研究外文读原文书，我们中文的原文书就古文嘛，你大堆原始文献，哦，谁给你注释翻译啊？那怎么办？自己读就体力大了，就后来来教书才知道，哎呀，怎么这样教让你们懂，然后整理出刚刚那个几个方法有没有？然后才哦，慢慢的，像刚刚你们就碰触到一个方法，单字去想到副词，期许的许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期许和期待什么不同，你就想许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许有许愿、许诺，想知道跟待不一样，待没有许诺，等待平平等待就好了，也不需要许愿，你等待人家要不要愿望嘛？不需要，空等也可以啊，傻傻等无聊，反正闲的没事等都可以，那是比较中性的字，可是许就比较有强调具体的字，是不是？这样你每个字的灵魂，你才真正去认识它。哦，那你们有活了18年嘛，对不对？用了一辈子，你们也是一辈子啊。国文，你的母语中文，你真懂它吗？哇，真是。输入法要学啊！我以前也是注音打很顺，后来学长还不是老师叫我学仓颉，我也是很怕。那时候注音也是像你现在看到不用按键盘，那时候是对不对？可以跟人家聊天，我还不是依然学还学，忍痛3个月，也才3个月就上手啊。第一个月最痛苦，那时候怎么背这个猜字根？看到公车坐公车看到标题就看这个字怎么猜，也不过3个月一辈子用吗？你不会打。不会念的字都打得出来，对吧？你用注音输入法不会念就不行了。那你看，我又会了这个输入法，你看我还会跑出一个人像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自定啊，你没有这种吗？苦吧，对不对？那我还可以变阿弥陀佛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就个人化。你看我，你像我要打5个字，你看我按几个键盘？听到我键盘声敲几次？你看，你5个字可以只敲不到4次、5次就打出来吗？就是靠这个输入法，工具好用，对不对？黑猫白猫会抓耗子就是猫，会抓老鼠就是猫。要去学，我是中文系，不是资讯系的。来，什么叫林元月先生？我请问你，这位先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也许有人对国文有兴趣，甚至还认识他，都听过。对啊，你也知道有听过他。真的，你看，人家名气还蛮响的。那为什么叫他先生？你看看图片，男的女的？你看有男的吗？有啦，这个他老公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叫他先生？先生不是叫你爷爷叫孙先生吗？孟先生，孙先生是最高敬意。什么叫先生？自己读，每个字去读。先我而生，先谁？先我。所以我对你先生就称你先生，就像日本人叫前辈嘛，这多尊敬啊！即使你比我年轻，我就把你当成就是我哥哥、我爸爸，对不对？那种等级。结果现在被你看白话滥用，对不对？啊，谁都可以先生，然后也不去问什么。你看你刚才去想先生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你平常用先生会去想这些吗？不会，反正就先生啊，女士、先生、女士，是不是该死认识每个字，他才有灵魂？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？才开始认识，完全习惯女生怎么叫先生，还觉得人家用错，你也不敢说啊。台大中文原来是自己错，要学的是这种白话文，白话没有人甘愿做白话，还是要文雅一点，对不对？有学问一点嘛。
我何必你要干嘛要来读大学？有些大学生比中小学有学问，不是吗？啊，学费也比他们贵，难道只是钱太多来傻的吗？就是我这微信账号还有 LINE 的，我讲过，你微信有加我要跟我讲，可是一样是问问题的，不是请假用的。刚刚都提到，因为以前有学生外籍学生，或者说有国外回来的学生还不会写中文，进来修大一国文课，那是学校作业的疏失，现在好像没有，没有哈，就在这间教室，我还记得，我今天看到啊，怎么就这间？不过那时候好像不是七楼，好像是五楼。就说老师，我只会写英文啊，说作文课要写英文。我说那我们今天去美国留学，你可以跟那个美国老师讲说，哎，我作文可不可以写中文？奇怪，为什么这么贬低自己人？啊，这还要问吗？对不对？哦，别人你就知道不行，自己国家反而好，怎么可以容许你国文课写英文外文呢？再来这个课本就是这一本啊，那我会叫你去买。你自己负责要把课文，尤其我们讲导读的时候，你要有它那内容就好。你们如果要买的话，要团购才会比较有打折。这一本也没多贵，这新版的不要买错，最新版的，因为里头选的课文不同，你可能拿二手的，可能会它没有那个课文。你要有疑问，你下课可以来看啊，什么要拍照要怎么样？这个在大典馆的一楼华冈出版社去订购。如果你要引用或怎样，要尊重人家智慧财产权，不要触法啊。像老师的教材，因为兰亭集序这些文章都是 公用材嘛，绝对不是学校。可是学校里头有导读、作者题解，那是学校的智慧财，我就不能录。我就又会用三节哈。只有课文才不会三节。在本课计分比例，刚刚有提到这个，比如说我现在点个名，直接点哈。你们班又比较快一点。我们刚刚谈到的文言文白话文，这里顺便提一下，人家点就是，哎，请问这个字你认得吗？这个字也是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，随便看，你有发现哪一个人的名字是用白话文取的？除非你说我的名字都没有意义，谁会说我的名字毫无意义的？举手一下，随便。那你为什么随便拿个符号就取？一定有意义，不但有意义，还很深的含义。你会用白话文去解读你的名字吗？要不要用文言文解读？就好像刚我们读所以然，读先生，读上学下学，不是吗？这样才知道，哇，原来里头有自我的期许或父母前辈的期待，对不对？含藏了多少的精神在里头？文字可以小看吗？你看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文字嘛。我们力量也没有大象大，跑的甚至连兔子都追不上，对不对？靠的是什么？只有动物没有是语言，有些动物还有低级的语言，是吗？只有人才有那么完整的语言。所以人虽然什么都不如其他动物，为什么可以统治地球？那恐龙没问题，恐龙是体积大，对不对？又保凶猛，数量又多，人凭什么？还不是靠这个啊？不是靠这个。这个只有跟人家干架的时候打自己可以，打老虎就不行了，所以武松打虎才会变成流传千古。只要大家都会打老虎，武松打虎算什么？廖廷师，我每次上课不一定每次都会点，今天只是示范一下，不在不在就是零嘛。那假如你事后补价，我给你准价有证明，对不对？刚刚讲过，有讲过，只要是不是自己开的证明，有讲过吗？我有印象还说对，就四十，这样是不是你上课平均就四十？那这平时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平常成绩30%，就是这个。平时成绩30%，期中考也是30%，期末是40%，所以期末考万一你忘记了没来考，除非你平常没有表现，我可以让你过，我就是填。因为40%零分怎么样，你不可能及格，懂吗？学习成绩就死当了，所以要注意哈。那30%平常成绩怎么来？就是这个。点名成绩的平均，在跟作文期中考之后的那个礼拜，有个写作课。至于写什么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那个成绩通常落点都在，我就给你的分数都在75上下，除非你特别优才会，也有拿过80-90，很少。所以你自己就大概知道你平常上课要拿多少，这就你30%现在就可以掌握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点名像那么所以这个是像股票看板的即时看板，这怎么用？所以刚刚讲说资讯工具要用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是40%，电脑看是什么？
这给他一个指令嘛，这公式有没有看到？所以电脑是骗人的，人是很爱被骗的，它里头其实这个不是事实，这事实是算这些储存格算出来的结果，这个也是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实际上是这个东西。那其实电脑真正你要懂计算机原理，真正的它并不是这个，这个还是人类的语言，它真正是零一零一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叫知其所以然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样？不是只知其是这样，什么学问都这样嘛，要懂。哎，就像，哎，他的事实跑哪去？哦，因为在后面。哦，他没有请假，所以是零嘛。然后李家俊有没有？陈佑，对不起，你喊一下佑啊，假如我没看到你。那来的怎样？来的一律都是六十五，你不要在那喊谁给谁不公平。六十五很低，你就要靠表现。上课问问题，多表现，大家看得到，我可以给你加分。可是以前你一开口，我就给你破百，破百哦，不是只是加个五分哦。你只要热络常人，六十五对，我就给你一百出头，一百一、一百二没有上限哦，我给过一千分的。所以你自己算算看什么意思？我这一堂课拿八百。可以几个礼拜不来，你算看，对不对？没错啊。大学，我认为大学就会这样，本来就很自由，可是他，你怎么拿八百？要料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我随便给你吗？不是死板板的哦，一堂就几分。我们等一下讲考试给分数，都是灵活，都是讲道理，注意这一点。刚跟你讲讲道理，所以啊。所以你刚看到学长那些意见，不要人，不是说不要人那么多意见，要有一件很好，可是要能沟通的嘛，要有建设性的，不好废掉，好了，不能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是你以为标准嘛，要有一个道理，大学有一定的水平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我教你们到现在也没有讲很深色的东西啊，都是很生活，不是吗？其实讲到古文也是要跟生活有关。一样，你平常六十五怎么样？分数在哪？除了在台下表现，你可以私底下跟我报名，我要上台报告，上台讲解。这一堂课就教你讲，你就接我棒。可是不是准备一些注释翻译的念一念，懂不懂？就是像刚刚那种水平，你准备他想想生活上用这些字怎么用，有什么意思？从在哪里译通？甚至你在准备的过程啊，领悟到哪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怎么用？比如我讲一个例子，你们都听过了，匪夷所思，有没有听过？都听过，随便考一个又不会了。为什么用土匪的匪？为什么用夷狄蛮夷之邦的夷啊？啊，为什么不用阿姨的姨，或者是四姨的姨，不是比较漂亮？舒适宜 IKEA 的宜啊，宜家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用夷那么不好的字？因为匪夷所思是比较奇特，然后以前。匪夷就算是中原的不太喜欢的人，所以就会把他们排外。啊，未必啊，很好，至少你勇于发言。像这种多了，你看他没睡觉，我比较敢加。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土匪的思想跟外夷的思想跟中原的思想不一样，所以才要。可是你这样变成匪夷变同义副词啊，外夷是土匪嘛？那他所思是什么意思？来，不急啊、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时间问题啊、哦，有时候可能打断你。不是，我要跟你讲的是，你有没有注意别的？我刚问你，你有没有用你善用刚刚学到的？单字去想副词，你怎么用？你只想到蛮夷之邦就卡在一点了、啊。你只有蛮夷之邦，别骗我，随便想一个化学，什么频率？什么频率？夷为频率啊？为什么用就是用这个夷啊？你解释不出来了吗？这叫自圆孔密，对不对？你的答案只能顾一个，远的不行。大学是不是要能够 universe？ 服了吧？学问是这样。我刚才没说同学你是错的，我只是说时间上我看了，因为你这样搅下去，对不对？刚才我先给你点过，你们这闭障就是这样。你看你刚刚没有马上学起来，对不对？进取向，单字去想副词去抓，什么相关的？那来啊，抓到了又怎么样？你会吗？还是不会？因为你化险为夷跟夷为平地也没学好嘛，是不是？你就发现你的国文是怎么学，都是这样学套装的，里头是什么零件不管，好像你去买电脑，人家怎么给你装的呗？哦，两万就两万了，人家给你装的是什么几何性的你也不懂，
学人家百步了，不是吗？你要这样吗？还能这样继续学国文吗？最后一堂国文课了，这是不是才是大学该学的东西？是在给你混混啊，我叫朱子芬。看到这三个鱼有什么特征？有没有？为什么都用鱼？一定有它的意义嘛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不用别的字？这三个有什么特征？自己去抓，跟什么有关？一定有个交集嘛。这种关系叫什么？老师戏称它叫表哥原理。为什么呢？你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家族会怎样？现在小家里嘛，表亲你可能哦回家大团圆，什么大家族团圆啊，表哥表姐你也不认识，对不对？叫一叫，妈妈不介绍你也不知道。可是你跟他不得了啊，血缘呢？我跟你还没血缘关系，是不是？你要把这些，这是人际关系，这个是文字之间的血缘关系嘛？我早就为什么都用语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不是一言堂，我说是就是是，为什么是呢？为什么我写别的鱼是错？因为不正义嘛。那义在哪里啊？都是假。我们国文不都这样教吗？这三个有什么特别？是不是都会有平有关？是不是？鱼为平地，是不是平掉啊？化险为夷，是不是危险化为什么平？安之想不辞，平安啊。那匪夷所思呢？平常。对啊。你看你们有能力嘛，只是没有好老师带你们的，没有雷教授，这样会翻的吗？匪，你看匪这个不是土匪，是什么？字形结构换步走，把外面的框拿掉是什么？是非题，是不是否定词？不是平常，刚刚才学所，我说所爱是什么读？是不是爱的？那所思啊，是不是思的或想的？请问不就翻出来了吗？不是平常想的，再补一句那样啊，不补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你只是不会补，用白话文有什么难啊？有难吗？看起来好像好难。你有没有上过这样的国文课？自己扪心自问。我敢夸口，不是我自己的文案，我也上过国文课啊。我刚讲过，我读到博士的时候，读国文还会怕啊。我之前刚刚有没有讲过？你去查，我脸书都有那个截图什么的。我是师大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啊，那个师大附中啊，那美国在台学院对面那家。我是自科社的物理组长，我那时候读理工科，我不是读国文，因为我本来也不爱国文。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国文教育，哎，背一大堆都不会，看的，哎，每次考一个阅读测验，在那猜啊，答案出来啊，错了，又不知道怎么错，然后就背那个对答案，读得多痛！你看我那个 YouTube， 你们刚刚看到录了那么多实境秀，什么叫实境秀？不是我录之前去准备翻字典怎么样？我都是就是一篇文章你就读了，你看我到什么程度？你是不是要学这样？你今天来上我课，真的学到这样，你出去哦，随便一篇文章几乎都可以看得八九成懂，像白话文那样看，就好像人家我们学外文嘛，我、哦、都抱着很重的外文书，哦、我觉得自己就很觉得不是这样。为什么把自己国家的语文就看得那么低？就像刚刚讲的例子哦，来我们台湾，来中国学语文就可以写外文，我们去外国家写他的，这样对等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把自己的语文就去看比较低级的？是很容易，真的是新手。哎，今年刚好庚子年，对不对？八国联军不是历史上民族自信心就完了吗？刚好120年，该恢复了吧？对不对？嗯，家俊成就，所以上台讲课，就像老师刚刚就在示范言教身教，我不是做不到，然后硬要求你们嘛，我都要表演给你们看啊，不能只是准备注释翻译那种答案，那种答案。我也是，你上台就有勇气。上台我们都280，假如说这个同学上台讲得很烂，我也不会给你低，你就280，就是你上台。你不上台，你不要怪我给他多。那你不上台吗？有啊，我去年前年都是这样啊，还是我不上台啦。那时候我还强迫他们，然后看他去续前，今年刚好最后一年，我就改，你自愿的，不自愿我再讲，我欢喜的很。你看刚刚那个留言不是还说他缴钱干什么？好像。你能想象难道我只叫你们上台然后我自己都不上课吗？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？我那么爱讲话，对不对？那师长给你机会忍住，现在说什么刚刚那个留言是不是有提到缴那么贵的学费？哎，真是，我讲这样不是在背后说，然后因为我也不认识他，主要是我也不愿意这样，那假如这样那我只好离开归去来西了。
不想这样，就是老师造成这样，那是我们不会怪别人，我们只会怪自己，我不行，那就不适任嘛，就走人。郑庭瑜，那我走人，你不要伤心啊，但伤心我也好啊，让你快乐也好。我是说，假如你觉得我这里可以学到东西，还是可以跟我学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会哦，你不是我学生都不教你。你看我那个网络上留那么多资料，就是这样嘛。我也不管你是不是我学生，问题是你自己的语文学好，对你有什么亏啊？你是庭瑜啊？像刚刚那个女生，她就会加分啊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够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现在会怕一点谨慎，就是有这些留言反面哦，给她好多分，然后有人就说啊，就看到她在睡觉，哎，只是讲了几句话就给那么多分。对不对？因为老师上课是专心在上课，不是一直盯着你们上课表现。那有些同学可能就在注意别的同学怎么表现，自己表现比他好，为什么分数比他低，就觉得不公平。只要你有这些，就像刚刚那个随时及时反应。你看这个念员吗？赖定员。像学到这个哦，你还资工系的，对吧？写程式哈、哦，你看。这我写的，看到没有？这 VBA 嘛，来我秀一个给你看，你看，对不起啊，隐私，我开别班的好，对不对？你们好像也很在意看到谁的照片，别班不认识嘛？哎，像这个，我要看同学长什么样子，你看我按这个快捷键，你的 Excel 没有啊？这靠什么？就是后面这个程式在跑。我是国文系哦，我不是师工，你不要输我，你丢脸。对啊，我现在还在学拍掌和西夏吧，才刚学。你看我 YouTube 都有实境秀，我怎么学的？是什么？尤其你只要厌恶我，更不能输我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回去又回来这里，你的 Excel 没有啊？你看我刚刚学仓颉打字，我是读中文，我好好读中文，像刚刚讲，我去教中文就好。我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能够用上一辈子的，为什么不善用呢？不要自己画地自限嘛，对不对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Universe， 注意，所以大学为什么叫什么无有围墙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像美国大学城，我们文化也算啊，像那个图书馆去那里是那个入障，对不对？它也没围墙，对，图书馆那里右边出去不是小吃那里，以前是 Seven Eleven， 现在是什么？它也没有墙，对不对？就只有那路障，路障怕人家机车车子进来，自己啊盖个围墙把自己堵住，该学的有利的为什么不学？为什么不学起来？为什么不弄？我这是别班的，快一点啊！像这个圆，我怎么学这个字，就会想到圆什么意思？断垣残壁的圆。复习一下，单字想副词嘛。所以这个圆是城墙的意思。再文雅一点，以前有省主席、省政府，对不对？台湾省怎么样？叫省政府又叫省垣，因为它好像一个城墙攻围起来。就叫省员，就是台湾省省政府那个省，然后那个员，就这样学啊。你那国文能力，这个字的能力才会增长，不是把它当成那这个用在这个同学，他就专有名词嘛，人名用字。当然你说他的名字有意思，定员他希望可能他的成就或他的人品像城墙一样的牢固嘛。你看前面有个定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解释的名字？总不会解释成坏的意思嘛，一定都取好的意思，然后讲解好的意思。这个、定员绝对不是白话文啊。你们自己名字都不取啊，为什么不学蔡阿嘎，就用那种白话文取名啊？你也知道熟，所以才要来受教育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又来了，身字有边读边读哪边？下边嘛，他还没变身，成威对不对？还圣威？现在叫人不是啦，不过成那个时代念。就是，我可以给他破百啊。你不要给我等一下滑手机或怎样，让人家觉得，对不对？说到做到啊，他刚刚还主张老师，我们课就是可以插画的，不是画画，我们是国文课，是讲话的话。我觉得他太少了，因为他主动又是第一节课嘛，大家怕生，对不对？这样他下一次没来，下一次零分，平均也有九十，对不对？会算吗？那你不要啊，谁让你都不开口？那你害羞的、内向的，刚刚讲过课后嘛。对不对？因为你 slide 匿名，我也不让你加分。课后啊，刚刚留那些联络的方式，还有课程介绍下面有老师联络，甚至你约我出来啊、
我可以啊，吕丽红，玉成不在啊，少奇，奇有边读边读哪边？右边就其他的奇嘛，碰到一个就学一个，这个在学哪个方法？字形结构兼音译，字形里头就包含音译、形音译嘛，去学它，像你那个圆，下一次碰到一个生字，你就会念了，你就猜可能念圆。虽然猜错，他念宣，至少韵母没有跑掉，有没有看到？声母可能跑了，韵你猜对，你不会完全不会读啊，对不对？像宣布的宣，为什么念宣？你却换成部首，它是宝盖头，它换成土部就念圆。可是宣跟圆是不是那个安还在，尾巴都在？这以后上课都会提到，以后还有声音变化关系。刚好讲到这，宣和刚同学那个圆，对不对？土字旁的圆。宣是不是西西于安宣？圆是不是？哎，宣就是于啊，那就没有变了，我弄错啊。有的东西它会变，比如说这个字念什么？哎，不要讲那么快啊，我还没写完，我故意管你的。这个字不能念无吗？本来就念无嘛，你为什么念语？转音啊。所以就表示刚刚讲表哥原理，这是声音上的表哥。表亲，吁跟乌有关联呢。你再举地震，刚刚老师举吁跟乌去转，以前都没注意这些吁跟乌一样的字。你们看不看娱乐新闻啊？举一反三吧，怎么样变无？右边不就念无了吗？看到没有？原来乌跟吁是一家亲啊，是不是？再举它，太多了。拿个例子，我们教材里头有这个，比如说你点这个十进秀，字形结构兼音译，我不知道有没有。嗯，讨论区啊，教材什么都在那，更新也会在那里。然后说我的字形结构这里有吗？有啊，声音变化关系有没有字形结构？啊、哦，你就点这个去看看这个教材，老师都是想到什么给他记录下来。这个好像比较旧的档案，这个弯断的才是我及时。哇，那我要更新这个连接，你们碰到这样要跟我讲。我最新的我自己有做的，你看这个。可是你临时叫你举例子举不出来，然后我们看别的不看，看这个，还有四，它有四个工作表下面，啊、哦，不要忘了先选下面那个啊。我看声音变化，刚刚讲声音变化嘛，乌可以变吁嘛。点这个工作表，点过来以后，你看，按 Ctrl Home 到头，这里有连接嘛？乌跟吁的关系，我们看到这里，乌跟吁，甚至还跟 O 有关系了，一家亲，把他这个亲人灭诛九族，把他诛出来。点下去看到没有？乌跟吁，哎，你看损害的损会变成陨落的陨，对不对？押韵的韵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乌跟吁转了？看到没有？刚刚有无啊？抒情歌，哎，跟预备班，女孩子喜欢许的鱼，有时候念鱼，有时候念乌，对，有时候念乌啊，多到不得了。活了一辈子，你十八年有注意这个吗？国文你学完了吗？你觉得不需要学？你都不知道，以为会背数字翻译吗？没什么了不起。这才叫学问嘛，哪一个是生男字？你说很少吧？你真正是他了吗？还少吧？所以才要来上学，上，连上学的上，刚刚才讲，我不讲，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对，这圆它没有变啊，它只是声母跑掉，对不对？宣还有一个西，它韵母还在，啊，陈其红，你看它的麒就没有麒麟的麒的那个。这样学有关的，就在这两个字是不是有关？这个是写在右边的旗嘛，这个字没有偏旁啊，没有部首，这就叫字形结构换部首。有时候部首会拿掉，刚刚匪夷所思的匪是不是就拿掉了？所以我们国歌里头树叶匪懈的匪是不是也不是土匪，就是匪夷所思的匪，对不对？不要懈怠嘛，就是把外面的框框拿掉，不就飞了吗？所以匪通飞，这是字形的表哥，对不对？刚刚是字音的表哥。
字型的表哥就是他常常会换部首，换套装，像你今天早上穿学生服，晚上可能换绅士服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不是一个人哦，他呆子才认为这样，不是吗？你现在要学不是呆子吗？要变跳啊 ，smart， 是不是？看懂内行，看门道，看这个啊，例行，这比较白话的名字了，对不对？政协政委，不在哈、哦，在韩右哦，新荣，对不起，同名同音，对不对？同名还同音，没关系啊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你看我的同音，你看我为什么要抓这个？觉得不是冷嘲热讽，同音字是很多。他为什么刚刚觉得错？看到字，所以文言文为什么会比白话简略？你白话没有看到文字，同音字太多，你会听不懂，对不对？所以白话会比较啰嗦嘛，他要多讲几个字，我同音字那么多，形容，哎呦，多讲一个就不会用了，对不对？他同学给你示范，你就是一个学问，你有注意吗？老师抓了这个，有没有？不是开你们的，有没有？不要那么紧张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都有学问，啊、嗯！你看多加一个字，甚至你看到板书，你这样才懂文言白话是什么关系嘛？刚我才讲，不要再以为哦，文言文我讨厌，那读国文才要懂，那你以后不要用所以啊，你都可以用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也一样嘛，你就懂为什么白话就比较了解，因为它多加好几个字，就像我现在点名，多加一个姓。就比较不会误会啦，那写出来不需要嘛，省略你也知道，就像他刚一看到就知道错，那还是要多再加一个字，不需要。所以文章写成文字之后，他会省略很多不需要的字嘛，累赘，对不对？掌握这个原理，新荣，对不对？这个名字很好，有边读边读哪边？你们有听过有边读边吗？那我考你，新有边读边读哪边？所以这个字你会念了之后。所以有边读边不是都读右边啊？我考你一个字会不会念？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一个放右边，一个放左边就不会啊？这叫文言文，这叫白话文，这样。换一下位置，换个部首，你就知道这个字为什么会念心。原来它声符是不是都一样？那可是它声符是念什么？西耶。怎么样？刚刚就像连乌都可以转淤了，何况机器蜥蜴族？你才知道你从小背的那个注音符号表为什么要这样背？机器蜥为什么不机之乌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机器蜥是一族了，一家人，他会乱背。你看，可以念经，可以念心，甚至还可以念声。你以后学到再讲。你知道我们课上课时间有限，有很多只能点一下。精品化，还有提到上课进度也一样，你就知道我们进度为什么会慢、太多可以聊了。丙化或丙黄，对啊，哦，我记一下。以前有一个歌手很有名是陈淑华，可是没有人会念陈淑华，可最近好像又改陈淑华，奇怪。但现在大家都很标准了。我讲一个东西，你看，又是刚刚那个，聊不完了。下面不是有四张工作表吗？刚才一个声音变化就把你瞠目结舌了。你刚问说滑念错，那你为什么从滑声符啊？声调不重要。我问你，你自己看多少例子？方方方方，请问到底念几声？鸭鸭鸭鸭，你还不知道乌鸦的鸭嘞？鸭鸭鸭鸭，四声都有，请问念几声？除非你记性好，对不对？这就叫没有规则，就没有学问嘛，就只能约定，这才叫一言堂。人家约定没道理讲，大家都念一声，你念三声，当然人听不懂，这时候才错，对不对？是没道理就知道取消，有道理要把道理用清楚，就意义用清楚。所以以后人家念错声调，不要那么怪，哎，念错，你问到底分分分分，哎呀呀呀，啊啊啊！一个声调语言，它只表一个意而已，啊，不要活在那些小事。你现在在大学开始脑袋或者眼光见识打开嘛？原来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都是哪一个是生男字？你自己说。还有一些是名字爱取的，像下载，你去查国语词典，标准要念下载嘛？为什么大家谁会念下载？对不对？记载，大家都记载，很奇怪。
对啊，你去查字典，三生只有一年半载才能念载，那表示你的岁数，这叫什么？鸡飞城市嘛，就生料不重要，对不对？这叫生料不重要，不要哦。故故不故，你看，二声是胡写在左边呢，歌科喝是不是一组，对不对？歌变喝，你看看，马上证明。掌握这些规则，这叫学理，就好像物理学，对不对？我才说我物理说，掌握这叫牛顿定律嘛。牛顿，你看我们谁被苹果扎到都没发现牛顿定律，为什么牛顿发现，对不对？那他为什么那么伟大？只是大家不就是，当你发现那个哦，你就比人家有学问。不是说哦，关起门来弄一些很艰难的艰涩的，人家都有的经验，大家都被苹果扎到，可只有牛顿发现了，难怪我们被比下去，不是吗？因为你大家都粗心大意啊、哦，神经太大条，不是？好、哦，今天应该是点不完，你们还七个，我只是示范一下啊，等一下会取消掉。比如说今天不点名，可是这个破百的我会留着啊、哦。像女生，你要觉得有损失，你下课再来跟我讨啊。哦这个我会给，应该没有了吧？还有觉得刚刚有表现需要的，你可以跟我吵，我只怕分数给你少。因为这个女生应该没有睡觉嘛，对不对？她也没有滑手机啊，可以放心给她高分了吗？啊、嗯，等一下我会做这个计时哈。然后如果有请假，你们班没有，就会撤销假单，有没有？这个撤销撤除假单。假如这一个礼拜没点名，比如说这个礼拜啊，点不完就不点，因为这个重要先讲。好，比例讲完了，再来考试比例啊、嗯。那考试还有一个作答方式，你们注意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刚刚有同学问，可见你们对这个比较有兴趣，对不对？课文讨论题里头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有时候可能因为有人回应，就会就像一般讨论区会调整高度嘛。考古题点进去啊，看人家怎么作答。你为什么分数会低？人家分数为什么会高？比如说我们看这一个。嗯、上一节课是看这一份考卷，你看这一份考卷他拿几分，你说老师我不知道你怎么有三个数字，这什么意思？他拿98分，可是他加分之后可以加到120分，那他拿你120分，你看他打哪，白纸黑字卖不掉，不像刚刚打马赛克嘛，我唯一有打马赛克是这个嘛，除非你说啊，老师我不开，我跟你一样愿意露姓名要保护你个资嘛，是这样吗？没有人有意见嘛，对啊，这个反正也不知道谁，那、啊、顺便也看看人家字写的漂亮，见贤思齐嘛，对吧？人家一个大学字，我的字也不好看啊，我还中文系的，哦，这也要有那个忧患意识。那57是什么意思啊？他98就是我交给学校的成绩啊，高了，差两分。57是跟你讲没有圈圈起来，圈圈像泡泡一样，是跟你讲。哎，他有的内容是不错，可是他有很多致命伤，懂不懂？有些该会的他没有学会，所以实际上他是不及格的。所以你不要觉得我拿98好高，以前你们也都拿一个成绩而已。我只要你看我为什么费心思给你拿三个，我都是良心做事的，良心事业。嗯，就是让你警惕到，只要你不警惕，我至少尽我责任嘛。你觉得你就98，你就高傲了，那你以后。那个不行的地方出问题，不要来说我孙老师，那时候我为什么把你宠坏一定？我已经提醒你，你实际还不及格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例子正好很好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一题只要给你十分，你考卷配十分，你是不是写得很好？我只给你十分，就像刚刚上课会只给100分吗？不会，都破百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内容好，白纸黑字，我交代的过去啊。人家的职务分数为什么给你看看乖乖给6分，写那么多你只给10分，对不起人家嘛。所以我最高一题10分，我可能给你到40-50都有，当然不会再高了，看情况嘛。你真的有那么、哦、不要以为这一题10分只能拿10分、哦、等一下我会讲到你们要考的一个书，所以只要你那个书没有读，我会扣你10分，可你可以用别的成绩去补，就这个意思。这都一样，都是我改考卷的，期末考也是，即使期末考不是我出题，考卷是我改，分数是我给，你听我的就对了。不要什么的，我是课教不完啊，或怎样？课教不完，我也不会考你啊。就算考了，你答对没有教，你还答得出来，我当然给你加分嘛，对不对？什么都讲道理的，嗯。这刚刚有提过，对不对？五次不能超过了，这就略了。然后期中考后面那一个礼拜，我这里都有标绿的，要注意啊。
不能随便请假，不像刚刚啊。期中考也是，期末考是学校管的，学校准你假你就可以补考。期中考呢，像比如说你要开刀或怎样，万一的话，一定要医生证明你非要这个。刚好我们考试或写作文的时候，写作的时候开刀要写明白啊，白纸黑字正式证明，我才准假。因为准了之后，你还要补考、补写，不是准了就算了，就给你分数不是？就尽量要避免。比如说骑车不小心出车祸，也是要警察证明。开正式证明我才准你假，没办法来考试，懂吗？这两个礼拜不要考完期中考就忘记来写作，写作占 15%， 这是平常成绩的一半，另外一半就是你们刚刚点名那个成绩，或者报告的成绩，包括课后报告都没有上限的，能拿尽量拿，我只怕给你，可是你要有料，你没料我也不会给你，就知道。平常就很 easy 的啊，其实你睡过头，请人家只要不是自己的，只要拿一张便条纸来给我，我看一看，有人肯帮你背书就好，不是嘴巴讲一讲，我要请假就可以请，这么随便就可以了，这就刚刚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原则，大原则就是一定要知其所以，除非那个是没有道理，像刚刚声音变化的关系，乱变有什么道理？除非你发现你比我强，有道理都要把它讲道理，知其为什么，为是以嘛，什么是所。这样自然嘛，这才是叫守真国文嘛。假如我是补习班，守真国文要守住真的答案嘛。那假学一些假的，那到时候像刚才匪夷所思的例子多好，对不对？人家问以后问问不倒了哈，跟人家海海而谈，阿姨什么你不知道啊？我知道，以为平你也懂啊，化险为夷也懂啊，对不对？原来都是平这个关系，字义上的表哥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平常，一个是平地，一个是什么？平安。化险为夷是不是平安？都有平，你看，这个案例都提到我们课文主要是在讨论学，不要跑到教材去讲。为什么不放在教材？因为学校的教材不能及时更新，我要把旧的教材砍掉再传新的，还要写标题哦。所以我干脆传学，反正学校有提供云端硬碟，顺便提这个云端硬碟 ，Google 对，像你下载老师的那个是无限空间，这是我们文化大学给的哦，你不要浪费资源，不知道？你看我现在用了多少？哇，被他挡住了，收起来。你看我现在用了多少？注意单位是多少？不是 GB 哈，你不要看错。Google 给你是15 GB 免费，对不对？我是 TB 哦，学校给的。你要用学校那个账号 ，Google 账号进来。另外一个就是。现在你看到老师操作，刚刚跟你讲云端电脑有没有？这样的话，你看我回家这个电脑还开着，我只是关了这一台，很方便，我要开开关关，善用这些资源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通识教育，等一下最后看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善用，是不是？这个资讯处理的能力嘛，这都是啊，资讯有，像你刚刚看到老师的 Excel 还可以跑程式，对不对？可以挑那个照片出来，这都刚刚都提过了，那方法呢，老师就累积了10个和7个，合成降龙十八掌。因为降龙十八掌最厉害的那一招是两千十八招，17招连环嘛。有没有看过周星驰那个电影？刚好。那这个龙呢，我取那个金庸小说啊，当然是开玩笑，就像广哥眼里嘛。龙什么意思？有一个很有名的，有没有听过文心雕？所以你降龙降什么？文龙嘛。你这样，你这语文，尤其我们中文语文，而且不是光中文哦，其实语言的原理，你举一反三，你去学外文的话，发现很多也是字形结构，甚至它有表格关系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去归纳，你会觉得发现学起来会事半而功倍，不会徒劳而无功啊。所以这都是戏称它有10个、9个方法。那为什么有10个？因为第10个是大家都会，你们都是背注释翻译啊，那就是第10个。那没辙了，只好背啊。比如说用典故，假如你没读过《嫦娥奔月》的典故，那怎么办？你再怎么想破头也想不出来，原来是用《嫦娥奔月》，对不对？这要背啊，这就是你们最擅长的。以前国文都这样学，所以我不是推翻你们以前的学习方法，是你们以前那个只是你看冰山一角，对不对？总共10招，你竟然只会1招，不行嘛？甚至18招你才会1招，怎么行呢？时间上哇，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。七星大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引法族？我问引法族，
那为什么不是银呢？金头发银头发，他娶银的什么？只娶银的白汉贵重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娶他的金属性？这叫什么？文学语言嘛，科学语言，银就是银，金是金呢，怎么会在头发？头发是头发都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可以拿这个文学化来形容一个东西，这就叫七星象会转。只能先点这样，以后碰到再讲。在期中考要考这本书啊，记得去找。不是非要看这本书，我会挪十分考你。假如你不喜欢看这本书，找图书馆附近的书，只要是思想方法、逻辑、语的语义、语言意义的意义的书都可以。你考试的时候来又写人家一般人讲不出来的，非要看过这个书，很明显嘛，这个有特征。哦，你写出来，那你的十分要放弃也可以，你像刚刚讲用别的分数去补。可是我要强迫你读，就是这个以前老师叫我读，我也不爱读。可是读了之后，你开化你的脑袋啊，一辈子受用无穷。你不要讲别的，你觉得我这个国文老师跟别的为什么只要有不一样，不管是好的不一样，坏的不一样。可是我也是受那种国文教育出来的，就提到下学期是另外一本啊，这个在课程介绍里头参考书目有，你来不及记忆的话回去查就好，或者再问我都可以。联络课后就课后辅导可以用联络方式，智慧家长要注意，我们课只有不能吃东西，你真的肚子饿吃完再进来，站在门口吃边吃边听上课都可以，就是上课可以喝不要吃，下课哦，下一班见。对，还是这个版本，你要买错。我你要买管理季时间嘛，是最新的，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，八版刷107。嗯，拿去看了，记得还我就好。是要看跟你要分数吗？啊，跟你要分数。叫杨新慈是新闻系的，什么系？嗯，新闻很好，你新闻跟文字很有关系哦，除非你是摄影师，对不对？但比较一定要把我语文一定要学好，我只能这样努力。讲的好，谢谢你还比较多，嗯。老师，我问一下，那个课本除了这本，还有另外一本？没有，另外一本是阅读的。自己读不一定要读那本书，那个书在课程简介里头有，客服系统的简介。客服系统简介里面。对，客服系统介绍，不是讨论区哦，介绍这里参考书目。哦，那我等一下回去爬好了。嗯，有会注明是考哪一本。好 ，OK。啊，下学期考哪一本？对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可是记得喊我就好。点名表那边，我的名字好像有错。哪一个？可能是赵氏是。上面。什么系？运检，少一个字。对啊，赵氏啊，你跟我一样嘛，伸手拉嘛。他是呈现不出来，你看这里有一个方块。好。下一次再问你，还是现在给我？女部的委。哦。女部委、啊，你这个字又可以讲。刚好有一个学姐也是取这个字，也谢谢你们取这个字，我才发现那个字有取错。啊，对对。对不对？夏老师，你讲的对。下一次不点到会应该会讲。老师再见。我们这次不会记那个吗？就是报。不会啊。嗯。好。除非你也没有表现嘛，对啊，嗯。